先不要装，因为这里面有好几个动作。我觉得组装最好玩，因为把螺丝组上去很好玩。因为很复杂，然后做完又很有那个成就感。对啊，成就感。三平面。它是两条线，所以要找一个线，好插进去。好慢哦！哎呀，这样变成后面后退了。不哭！哎，不可以哭！哎，怎么样？好，接回来，都接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我不会放弃。这边这两块，后面这两块，你自己要放哪里都可以啊。这边是入口，对不对？写个入好不好？还是箭头？它出口就是。不对，应该是从终点开始，然后这里，三块多了啦。我们家才八十。有多少点？这个，好，这个，36。好，36，没有错。因为现在多少点？就是跟很多小朋友玩很开心，而且他们真的都很天真，对，然后胜负欲也很强。我真的觉得我那一组的小朋友真的超棒的。对，那他们能够除了自己独立去完成他们自己应该要做的一些事情之外，他们还会去教其他小朋友，甚至他们让我有时间可以去教别组的小朋友。对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棒，你们超赞。哇哇哇！今天是草草好玩。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玩。我觉得这草草好玩。